大家好，看看有认识这个东西了吗？这个东西也就成老古董了。我估计用过的这个人，好像最少也得造着，估计应该得50多、60出头吧。这个东西在我们马路上那个，在我们天津啊大马路上，走街串巷的就用这东西，这名字就叫磨剪子或者抢菜刀，就这东西。看到吗？这东西是这样的。哎，反正大伙儿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嘛名字，你看看您啊，这个东西挺科学的，看啊，哎，拧完之后你看，哎，这玩意儿，所以说这个工艺应该挺好的，这搁着我这多少年了，好，就这样。